主席，我今天听到大家在花这么多长的时间讨论这一次的司法重大的改革，我内心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在这边跟所有立法院的同仁互相的来就教讨论司法改革。我相信在座或者是在台湾的每一位都是几十年来长期的一个期待，也是为人民常年诟病，对于台湾的司法正义一直没有办法产生人民认同的感情。所以司法改革已经喊了太久太久了。刚刚柯总召讲的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你刚好讲反了。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分蓝绿，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那我们今天要问的是，当今天立法院当我们彻夜的在为这个事情在表决在讨论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社会的反应这么的冷淡？为什么所有的民调这个社会的支持度如此出奇之低？为什么今天在立法院所讨论的民进党觉得非在这个时刻通过不可的版本，在我们的社会认同度支持度关注度却无比之低？而社会上发生刚刚叶玉兰委员所讲的这许许多多所谓的恐龙法官伤害人民感情的案子历历在目，而且发生的就在不久之前。所以我们的修法出了问题，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不只是一般的民众，我们看到长期关注的专业的公民团体，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在外面表达他们的不满，表达他们的抗议，表达他们严正的一个不同的意见。所以今天不只是专家公民团体无法接受人民的冷漠，在国会大堂的我们难道不能够深深的来反省国会出了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全民高度期盼常年期盼的一个案子今天的审议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支持，也没有任何一个掌声？所以今天我觉得柯总召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在抵抗民进党。过去民进党曾经大声主张，包括在座的许多立法委员所主张的大幅改革的陪审制为什么不见了？我觉得今天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司法改革的困难是什么？司法改革的困难就是司法体系的抗拒，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执政党党团对司法院版本的照单全收，而这是一个最保守、改革幅度最小的版本。好，谢谢郑委员，继续请。